们没有号召组织来的，他们也是自己来的，他们也没有在这里招待号召任何人来。现在现场人我觉得太多了，我请各位的支持者就站在这里，我们不要造成这些基层干部的困扰，他们相当辛苦哦，我绝对不会造成他们有任何困扰。那现在我们就等，希望检察官，希望秦德兄，希望民进党的，我认识这么多的立法委员，大家认识一场，你就这样干对吗？我没有号召，我自己来的，他们也是自己来的，他们也没有在社群上面号召任何人来，也请现在现场的人，我觉得太多了，因为在满就要排到法律上去了，我请各位的支持者，都阿管，看到阿管的，现在开直播的，也请各位就站在家里休息。不要在我这边走，因为现在人在越来越多。刚刚我这边说要出发，也越来越多人要到现场，那这样可能会造成台北警察局的困扰。我们不要造成这些基层干部的困扰，他们相当辛苦。他表示长期支持警察的人，我绝对不会造成他们的任何负担。